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热迁移的历史。热迁移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其实从很多年之前，业界就已经在尝试做热迁移这方面的努力了。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 ，CRIU 这个项目启动了。这个项目呢，它的功能就是把进程 checkpoint 为文件，然后再从文件恢复成完整的进程。那这也是至今为止我们主要使用的一个有关进程checkpoint 和 restore 的一个主要的工具。我们也是使用的这个工具。但是呢，作为容器热迁移来讲，你光迁移进程，光实现这一部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从2015年开始，也就是在这个早在 K8S 1.0 发布之前，其实 K8S 社区就开始了一个讨论，就是在讨论说 K8S 到底要不要支持热迁移。那由于这个热迁移涉及的领域比较多，而且问题可能比较复杂，所以这个讨论这个 issue 一直 open 到现在，并且也社区也一直没有提供这个热迁移的功能，以至于连其实明确的 roadmap 都是没有的。那目前为止呢，我们唯一可查的这个明确的商业用到的热迁移是2018年 Google Bog 的一次分享，他们分享了自己公司内部在 Bog 集群上是采用热迁移的经验。那我们的热迁移项目呢，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2022年上线。上线以后呢，我们每天大概会执行20000次的热迁移。这也应该是目前 K8S 领域里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的生产级的热迁移的项目。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热迁移这个项目呢？它的背景是我们腾讯的广告团队，它在 Flink 上实现了一套离线训练的一个平台。那像这种离线训练呢，它对时延是不敏感的，但是它占用了很大的资源，所以它使用了很高的成本。那广告团队为了压低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尝试把这种离线训练跑在一些廉价的这种腾讯内部的资源上。但是使用这种廉价资源的时候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廉价资源它虽然便宜，但是它也不稳定。这点大家可以参考 AWS 的这个竞价实例。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资源不稳定，所以我们还是期望说这个作业能够长期的运行在这些资源比较充沛的这些节点上。那这就要求我们需要不定期的对 Flink 的这些 Task Manager 做一个重调度。但是在 Flink 现有架构里，你对单一的 Task Manager 做重调度的开销是非常高的，它可能或者涉及到丢数据，或者涉及到可能整个 job 的一个重新的恢复。所以我们是想通过热迁移这个功能来做出一种低开销的重调度的方式。这一页展示了我们热迁移工作的一个概述吧。我们热迁移工作呢，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最上面就是进程迁移，它是单纯的进程层面的迁移。那这里我们也使用到了 CRIU， 然后我们在 CRIU 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些 bug fix 以及这个高级功能的一个开发。同时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些 Linux kernel 的一些 patch 吧，因为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time namespace 这个功能。然后中间是 K8S 相关的内容， K8S 内容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容器的网络，因为我们在迁移 pod 的时候，其实也要把这个 IP 给迁走。这部分我们是在 Flano 上实现的，这个我们之后也不会太详细的去说明，因为这个还相对比较简单。然后中间是 runtime 运行时的部分，这个之后我们会讲。最底下就是这个编排部分，它的工作就是把其他所有工作都串在一起。那在整个 K8S 这一部分的工作里呢，我们其实不仅仅实现了这个容器热迁移这个功能，而且我们还实现了一些高级的特性。比如首先我们实现了两种这种热迁移的模式。 pre-copy， 所谓的 pre-copy 就是我把进程的数据全部拷到另外一个节点，然后在另外一个节点启动进程，这叫 pre-copy。 hybrid copy 的意思就是说我先拷一部分数据，然后在另外一个节点启动进程，然后我剩下的数据再按需的从原来节点去读取，这个叫 hybrid copy。 然后接下来叫 node to node， 叫节点对节点的直接传输，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讲，这个对性能会有很大的提升。最后呢，是我们也实现了一个单 pod 多容器的一个迁移功能。最后一部分是 Flink， 就是 Flink，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和 Flink 团队以及广告团队一起合作的，所以 Flink 团队在他们的 Job Manager 里也对我们的这个工作做了一定的适配，但是这部分的适配的工作量是非常小的，大概也就是主要就是识别一些我们迁移过程中可能用到的 Label 这些东西。这一页展示的是我们在进程迁移上的工作。
左边这一部分是我们在迁移过程中这个进程的状态的变化。首先我们看这张图，就是从我们热迁移触发开始，我们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传输进程使用到的文件。那在这个传输过程中呢，我们的进程是正常运行的。之后从 CRU dump 这个操作开始，进程会进入到一个冻结的状态。那这个 dump 里它所 dump 的就是进程的状态啊，比如计算器状态等等，以及进程的内存。同时在这个 dump 过程中呢，我们还会对进程的文件做一次这个增量的传输啊。增量传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说我在恢复的时候两端的文件状态是一致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传输文件的时候它的进程是在正在运行的嘛，所以可能文件会有修改。那整个进程的冻结是到 CRU 的 restore 执行完毕之后。那我们在 restore 的这个过程里呢，也使用了一个叫 lazy restore 的技术。它的特点呢，就是我可以很快的让这个进程启动起来，然后让它按需的去加载它所使用的这个使用的内存。在这部分工作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提到了一个这个叫就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使用 CRIU 自带的这种迭代迁移的模式。因为所谓迭代迁移，就是我一次可能只传输一部分增页，不断的传输增页，然后期待它增页数量足够小，然后我再一次性传输过去。那这种方式呢，经过我们的测试，它的性能非常不稳定，因为它非常依赖于这个进程的具体行为。所以我们在实践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进程一次性传输的。同时为了增加这个传输的速度，我们采用了这个数据压缩以及这个并发传输的方式。然后这里还提到一点叫这是第三点，叫 Ghost Files。Ghost Files 是 CRU 自己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吧，它就指的是那些进程已经打开，但是文件又被 remove 掉的这些文件。在原本的 CRU 中呢，这些 Ghost File 它首先是限定了大小，它是只限定必须是100兆以内。第二呢，它的传输时间是必须在 CRU dump 之后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放在 CRU dump 之后再传输文件的话，那它一定会延长我们的进程冻结的时间。所以我们做的优化就是，首先我们不再限制大小，第二我们把这种 ghost file 也支持了这种增量的传输。右边是展开的我们对文件系统的一个恢复操作。首先呢，我们在目的节点上，我们会确保接收数据的这个目录和我们容器启动时候要使用的目录在同一个 FS 里，这样我们可以通过 rename 这个系统调用来快速的恢复文件系统，而不涉及到这种磁盘上的拷贝操作。第二呢，就是我们容器使用的镜像的 lower DR 这部分，其实它本身就是容器的镜像嘛，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不是从原来的节点去拿的，而是从镜像仓库里拉来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目的节点在接收原来进程的这个内存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在目的节点上开辟了一块 TempFS， 挂了一个 TempFS， 直接把对方的内存传到自己的内存里。所以之后我们在恢复进程的时候，也是从内存恢复到内存，这个速度就会非常的快。这部分是我们的 runtime 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 K8S 里，它其实没有容器的恢复流程的，它只有新建和删除。所以 runtime 的工作呢，它的核心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在不修改 K8S 代码的情况下，实现出一套这个容器的恢复流程。那我们的做法呢，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叫 migrate runtime 的这种热迁移 runtime， 它的位置是介于 container D 和 run C 之间，它可以拦截 container D 对 run C 的这种调用。然后通过这种拦截以及对 OCI bundle 的这种分析，我们去把原本的 runc create 替换成 runc restore。然后呢，当我们在用了这个运行时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这种从比较底层对 OCI bundle 进行处理的这种方式，非常适合于我们对业务的一些扩展。因为我们都知道 OCI bundle 里其实它提供了很丰富的扩展功能，不仅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进行自定义的，比如 namespace、cgroup 等等的各种配置，还包括它提供了很多丰富的 hook， 而这些功能其实 K8S 只使用了很小的一点。而如果我们在底层，我们提供一些扩展的功能，允许我们根据业务的需求直接修改这种 OCI bundle， 那就使得我们能够获得很大的灵活度。以及非常直接的方式去实现用户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基于此呢，也在这个我们的 runtime 上
实现了一系列的插件，这些插件呢包括我们对大数据以及 AI 应用的一些扩展的功能。这部分是容器编排，我们在容器编排部分重点实现的就是右边的这个点对点直传。那在介绍右边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没有点对点直传，它的这个恢复流程会是怎么样。左边这个图呢，其实也是跟 Google Bog 当年分享的这个流程图基本是一致的，就是它首先会把这个容器先 dump 到一个远端的存储，然后它再重新创建 pod， 然后这个 pod 经过调度以后选出一个目的节点，它在目的节点启动进程的时候，再从这个远端存储把数据拉回来进行进程的恢复。那这个流程的缺点比较明显，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你这个远端存储你在 dump 和 restore 的时候都是要用时间的，而对于这个方案来讲，进程的冻结时间是从头到尾，从我一开始 dump 的时候它就是冻结的，直到我最后完成 restore 它才恢复，所以这里整个过程非常的长，而我这个数据如果比较大的话，我要推送一次再拉取一次，这个时间也会非常的长。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远端存储本身也有可能成为系统的瓶颈，因为我们想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集群里，我们很有可能同时会有比较多的容器去迁移，如果大家都存到这个远端存储的话，那它本身的性能就会影响我们迁移的性能，就会至少它会导致我们的迁移的性能水平非常的不确定，我们很难给用户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我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完成这个操作。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进程的冻结时间是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一直是冻结的。那我们看到中间有两步操作，就是 operator 去创建 pod 以及 pod 调度，这两步操作呢在 K8S 里是完全是异步执行的。所以当你在一个比较大的或者相对比较繁忙的集群里去做这种操作的时候呢，它所耗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而这种不确定，对 K8S 本身来讲是完全正常的，可是对我们热迁移来讲就会比较关键。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流程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 pod 是存在一定依赖关系的，就是我肯定是要先杀掉第一个我才能有第二个。那这种依赖关系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 hybrid 的迁移。你想 hybrid 的迁移它需要的是我两边的进程都活着，我因为我后边那个新的进程我要按需的从前面那个进程去存，但是如果你在流程上就要求第一个进程必须先被干掉的话，那我 hybrid 的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综合了很多的考量以后，我们自己实现了这种右边的这种点对点直传。在这个点对点直传里呢，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要选定一个我们要迁移的目的节点。有了这个目的节点以后，我们直接会把进程的数据 dump 到这个目的节点，同时我们 dump 完了以后马上就会开始进程的恢复。然后这个等进程恢复完了以后，我们才会再去创建一个 pod， 然后把这个 pod 调度到我们之前指定的这个节点，然后最后我们会做一个 remap， 就容器和 pod 的 remap。 这个 remap 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那个流程里可能也会有疑问，就是你如果先把一个容器恢复好了，那你之后后来那个 pod 创建的那个容器怎么办？所以我们 remap 做的操作就是它可以把一个已经存在的容器映射到一个新创建的 pod 上，这样那个新的 pod 在创建出来以后，它就已经有一个跟它配对的容器，它不需要去新建。同时，我之前恢复好的这个容器，我不需要做任何重启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同时呢，我们这种 remap 还帮助我们实现了这种 hybrid 的迁移的模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里，其实新旧的两个 pod 是完全独立的，它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可以自由的控制它们两个共存多少时间，这样就实现了给我们提供了说两边两个进程同时存在的这么一个基础。然后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种我们这种方案的话，因为没有从远端去拉取数据进行进程恢复的这个操作，所以我们恢复数据都是从本地进行，这个本地进行恢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对和 Google 的 Bog 的这个比较呢， Google Bog 它当时没有公布它迁移的进程到底有多大，但是可以从它的图里可以看到它的 checkpoint 和 restore 的过程的耗时基本是一半一半。那在我们这个方案里呢，我们的 restore 耗时几乎就没有，所以不管这个进程有多大，那我们的方案至少会比它快一半左右。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方案里
在整个流程里能够影响进程冻结时间的，其实只有原节点和目的节点两个节点的性能，中间没有任何的远端存储或者 operator 的时间。所以这套方案你不管是用在小集群还是大集群，它的性能都是稳定的。这一页是我们展示了一下这个我们的性能数据，左边这两个呢是我们比较的热迁移和我 POD 重建的这个性能。我们这个测试的环境呢是在那种所谓的腾讯的这种 DU 的资源上，所以它的性能本身是有浮动，所以我们大家会看到这个 P99 怎么比 P10 好像多了这么多，因为它本身的性能就会有一定浮动。但是即便如此呢，我们可以看到 Pre-copy 模式的这个进程冻结时间，它和我把这个 POD 干掉重新启动的时间总体时间是差不多的，在内存为10G的情况下。而你干掉 POD 它就会涉及到数据丢失啊，以及 Flink 这个恢复的操作，但是热迁移是没有这些问题的。右下角那张图呢是我们 Hybrid 模式的这个一些数据。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 Hybrid 模式不管你的内存是怎么增长，它的进程的冻结时间基本是一致的，基本都是秒级。有影响的就是它的按需加载的过程可能会随着你内存数量的增大而逐渐变长，也就是说进程可能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的运行速度会慢一些。最后我想讲一下我们对热迁移和云原生的这样一个思考。首先在我们的认知中呢，我们认为重调度能力它应该是云原生的一个核心能力。我们在下面列了四种我们认为云原生能够明显区别于传统应用架构的这四种能力。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竞价实力，竞价实力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便宜，它非常的便宜，所以你如果能通过重调度好利用好这种的资源，那你就可以直接降低大量的业务成本。第二点是这个拓扑优化。拓扑优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调度器它其实都会提到自己有拓扑感知能力，然后通过这种感知来让 worker 之间实现一个更好的拓扑。但是呢我们知道集群是变化的，而你的调度是一次性的，所以说如果没有重调度，你一次性的这种调度你最多实现一个局部的优化，就是说在当前这个环境这个状态下你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个水平，所以它能够提升的上限非常的低。而当你有了重调度以后，你就可以不断的去找时间找策略去优化你整个的集群拓扑，让集群拓扑得到一个接近于全局最优的一个水平。第三呢是资源碎片。资源碎片如果没有重调度的话，我们解决资源碎片无非也就是靠这个预测或者是规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得到一个集群状态或者说我们明天将要提交的应用的一个准确的信息，所以这种基于预测和规划的这种资源碎片处理方案它的上限也是比较低的。而真正好的方案是什么？是我们根据集群当前的状态去动态的调整，我们去动态的调整部署，这样我们才能去不断的减少我们的碎片。最后一个就是 VPA 这个话题其实在社区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当我这个节点资源不够了，而我这个容器又想往上扩容的时候怎么办？目前如果没有重调度的话，能做到的无非也就是杀掉 A 或者杀掉 B， 反正你自己去选一个策略，总要杀点东西。但是如果有重调度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把这个进程从当前节点迁移到另外一个资源充足的节点去给它进行扩容的。那么热迁移和整个上面的我们说到这些重调度以及云原生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热迁移提供的就是一种低开销的重调度的方式。我们为什么上面的很多的重调度方案听起来很好，但是一直没有人用呢？因为我们即便是对于那种有完整的容错措施的这种大数据应用，它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无缘无故的频繁的被杀。所以当我们有了热迁移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上面的所有这种重调度的策略有一个低开销的方式去执行，同时上层的不管是应用还是引擎都可以为自己定制一套比较灵活的这种热迁移的策略。然后目前我们在腾讯呢，我们也在和腾讯的这个大数据的引擎团队去把热迁移能力和这种大数据引擎做一个深度的结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热迁移能力作为一种标准的服务提供给这些引擎的用户，让这些引擎的用户一方面能够享受到比较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又能有自己灵活的策略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好，下面我的部分介绍完了，下部分就是由我的同事刘华为大家介绍这个 GPU 热迁移方面的工作。大家下午好。刚才我同事蓝眼男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针对于 CPU 这次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对于 GPU 来说，其实这种需求也是存在的。比方说，其实对于 GPU 来说，它的 TOPS 对它计算性能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重调的能力的话，对性能影响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在想，就是我们能不能在 GPU 上实现热迁移呢？这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现状。我这里其实以酷大为例吧，这是个酷大的一个站，大家看到站是非常深的，从底层是硬件，然后内核中有些模块，然后用态的话，其实最下层是一些酷大 driver 的 label，之上的话有那个英伟达还封了一些 runtime label，包括 runtime label plus 还有 CUDN 这些库，然后在之上的话，其实那个一些框架，比如说 TensorFlow 和 PyTorch 就建立起来了，然后用户可以用这些框架来写代码，也可以用直接使用酷大的这些 driver 或者是 runtime API 来写。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用户就可以直接去写扩大应用了。但是就这个架构来说，其实GPU 是作为一种职能设备来使用的。但是对于职能设备来说，其实现在没法去支持热迁移。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其实主要有几点非常大的挑战。首先是对于硬件来说，它硬件状态其实是没法迁移的。我们看到，比如说GPU 的集成器，比如说GPU 的一些 queue 之类的那个状态，我们都是没法迁移的。然后再就是，其实对于扩大来说，它会把一些显存 map 到应用地址空间里，这时候它就会把应用的地址空间那个进行一些污染，这时候应用其实也没法迁移了。然后再就是，其实我们会用到一些设备文件，比如说一些DV、那个英伟达这些设备，这些设备文件其实是和 PCIe 关联的，它也是没法迁移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想支持热迁移的话，一般需要这些那个 vendor 这些厂商来做这个事情。这里其实我举了几个例子。首先是，英伟达其实它的 vGPU 是支持热迁移的，但它有个限制。首先是它需要 license，然后再就是它比较适合于虚拟场景，的容器场景是没法用的。然后再就是现在那个对于扩大来说，它是不支持那个CR 的，热迁移的。然后对于下面还提到 AMD，AMD 它其实是这个GPU 这个领域的一个追随者，所以说它希望做一些额外的特性来吸引开发者。它其实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是那个 AMD 社区，AMD 给社区推广了他们的一个方案。从这个方案我可以看到，其实英伟达主要做了几方面的事情。首先是它修改了它的内核模块，增加了很多 GPU 硬件状态的导出接口，比如说 memory、queue、event 之类的。然后再就是它为了配合 CRU，它还增加了一些应用的一个resume 和 pause 这样的接口，来对进行暂停和恢复。然后再就是它还提供了一个用户态的 SO，这个 SO 其实可以连接 CRU 还有内核模块，然后真正的去做这个GPU 状态的一个 checkpoint install。然后再就是它还在给 CRU 增加了几个 hook，这几个 hook 就可以关联起，就可以把CPU 状态和 GPU 状态的迁移关联起来，完成整个任务的迁移。对，这是一个这是英伟达英那个这是 AMD 做的事情。但是对于英伟达来说，其实它没有提供这样的能力。对扩大来说，我们应该怎么迁移呢？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工业界其实尝试不多，学术界有人在尝试。现在其实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定要把 GPU 和 CPU 的状态分开迁移。比如说，在 CPU 侧，我们可以用 CRU 来做；对 GPU 侧，其实我们可以用 log replay 来做。后面我会讲详细是怎么做的。那这里其实就牵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是我怎么能把 function call 转成 RPC call。然后再就是我怎么能够把这些GPU 的操作进行 log，然后再 replay。当这两个事情做到之后，其实相当于对于 GPU 和 CPU 来说，它在两个地址空间里。对 CPU 这侧，我用 CRU 来迁移；对 GPU 的这一侧，我可以完全用 log replay 来做。对，首先这两个问题的话，我就分开来讨论一下。首先是 RPC，怎么把 function 转成一个 RPC call。这里其实一般大家方法也是比较固定的，我们可以用 LD preload 的方式把底层的库进行劫持，然后转发到云端去。这里其实有两个层次，我们既可以在runtime 做拦截，也可以在 Java 层拦截。这里我就分别讲一下这两种拦截方式的区别。首先比较简单的方式是，我们可以直接在 runtime 拦截，就是我们可以把用户态把用户的一些请求发给 runtime 的，发给 plus， 发给 CUDNA 的这种 API 进行拦截。这里好处是，
因为这个代码是用户写的，所以说用户引用的 API 都是一些公开的，没有一些私有的 API。对，这个实现起来就相对简单来说，相对简单。但它有一个问题，首先是它的 API 数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拦截上面所有的这种 runtime API， 同时用户也可以直接调 runtime Java API，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些所有的 API 都进行拦截，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可能有几千个。对，然后再就是对于 runtime API 来说，它一般是变化的会非常频繁，所以说只要它发生变化了，你的拦截方式就要变，所以说这里其实拦截上就非常困难。并且如果大家在容器中运行过那个扩展应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库其实是用户经常自己带的，所以说它的可控性其实是不是很高。对，然后再就是当你编个扩展应用的时候，其实默认编译的时候，它那个 runtime 这层它是默认是静态编译的，所以说静态编译之后你就没法拦截，所以说你还需要重编应用，让这个runtime 这个层进行一个那个动态链接，所以这里就很大就限制了它那个应用范围。然后最后就是对于 Java API 来说它是 C 的，对于 runtime API 来说是 C 加加的，这两层 API 你如果转成 RPC call 的话就会非常复杂，特别是 C 加加，如果有 C 加加，它里边可能会一个参数可能是 C 加加的一个 class， 这时候其实你如果转成 RPC 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个转换。对，然后除了这种runtime 拦截的话，其实还有方式是在 Java 层拦截。这里其实有几个好处，就是首先它的那个接口是非常稳定的，它完全是和 KU 和内核模块是绑定的，所以说只要内核模块不升级，这个接口就是稳定的。然后再就是其实它的数量其实非常有限，应该是一个版本可能有400家，也会再增加，但是不会增加非常多。然后再就是其实我们使用 CUDA driver label 的方式其实都是用那个动态的方式，比如用 dlopen， 然后再用 dlsymbol 去找到对应的符号来使用。对，所以应用其实不需要修改。那最后是这层 API 其实都是 C 的，所以说其实实现起来也非常简单。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其实英伟达实现的时候，它 Java 层去调它的 runtime 去调 Java 代码的时候，其实它不仅仅使用了这种开放的那个 API， 它还会使用一些那个它隐藏的函数，比如说它可以通过 CU get exportable 这个函数获取一个函数指针，然后它在 runtime 后边就会直接用在指针，这指针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开的文档的，所以这点的话就是会导致这个方案会比较复杂。但综合考虑来看，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在对应用的影响尽量小，并且这个方案尽量稳定，我们其实还想在 Java 层进行拦截。然后接下来就看我们是怎么拦截的。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可以把这 API 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 open 的，一个部分是那个 closed 的，是封闭的。对于 open 的部分来说，其实它的文档都在 CUDA.h 里。我们可以完全解析这扩大点式文件，来生成一个把这信息萃取出来，放在一个扩大点 YAML 这个文件里。然后有些 API 是可以直接生成 RPC 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CU init 之类的。但有些 API 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它可能涉及到一些内存的传递、内存的拷贝，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对这个扩大 YAML 进行一个改变，进行一个配置。那配置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软件直接把代码生成出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测是80%-90%的 API 都是可以自动生成的，就不需要做。然后另一部分是刚才说过的，是这种封闭的部分。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函数原型，我们只能去做一些逆向工程来把它解析出来。对，这块就是我就不详细说了。然后再又是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个方法能够把这个 API 都进行那个拦截。然后再一部分是我们需要对 API 进行 log replay。其实不是所有的 API 都需要 log replay 的，首先要对这个 API 进行分类。首先是有一部分 API 我们是不需要 replay 的，比如说计算器我们提到，我们知道就是对于 GPU 来说，它的核数要远远大于 CPU 的核数，它的计算器的数量也要远远大于 CPU 计算器数量，并且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dump 出来。 CPU net 我们可以用 PC 很方便 dump 出来，这里我们的方法是一个 workaround 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一个sync 方法，就是把整个因为整个扩大的那个 Q 给排空，这时候当我迁移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活动 kernel 了。这时候其实我就没必要迁移这个中间的状态了。这样的话，其实我只需要迁移这个只需要迁移最终状态的显存就可以了，只需要迁移显存就可以了。对，另一种 API 是它只要不需要 context， 我们知道 context 是扩大编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扩大的 context 它会把所有的 GPU 资源进行一个汇集。都属于这个 context， 我们认为只要不需要修改 context 的这种 API 都是可以
不需要 replay 的，比如说CU launch kernel、CU memory copy 这种都是不需要 replay 的。然后剩下就是两种需要 replay 的函数，比如说一些涉及到那个资源的创建删除的这种接口，比如说我创建 context， 我删除 context， 我申请 memory 还释放 memory， 这种其实都会需要 context， 我们都需要来那个 replay。然后再就是一些直接修改 context 的一个 API， 比如说 CV init， 比如 CV context set current 这种 API， 我们也是需要进行 log replay 的。对，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对 API 进行一个分类，然后我们就分出了哪些需要 log replay。但是还有个问题是，我们 replay 之后这些变量能不能发生变化？发生变化之后会不会对业务产生影响？这里其实又需要对这个 API 进行一个更细的分类。对，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和 API 相关联的资源进行一个分类，分成可变的和不可变的。首先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有一个分类，就是这些 API 其实是这些那个资源对应用是不敢对应用来说是不透明的。这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 context module stream function 这种那个资源，这种资源应用是完全不需要去了解这种资源的，他们只会把这种资源当成一种 handle 了，当需要用的时候就把这个 handle 通过扩大 call 的形式发给扩大 lib， 它不需要任何理解。这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是它可以变没关系，我们只需要再做个重新设就好了。对，然后另一种是对应用来说可见的这种资源，这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显存地址。我们知道 PyTorch 和 TensorFlow 这种框架，它会自己管理显存。它管理方式其实当它启动的时候，它会申请一大块显存，然后把它显存进行磁化，当它需要用的时候，它可以拿出一小块来然后供用户使用。比如说它可以用传给 memory copy， 传给 latch kernel。这时候其实相当于它就需要对这个显存进行操作，加加减减，来获取它的指针。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你 replay 之后地址发生变化了，然后再分配的显存很可能会和之前的显存地址冲突。这种情况下如果冲突的话，你这个工作就没法进行了。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经验来看，是我们需要保证显存地址不变，在 replay 之后，对，才能进行下边工作。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关键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proxy 的地址空间进行一个重建，就是重建之前和重建之后要保持一致才行。首先我们看一下进程的地址空间，这里其实有两个部分其实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 heap 区域。 heap 区域相当于它的作用其实是当用户用 malloc 分配内存的时候，如果这个内存够小，它就直接在 heap 区分了，如果这个区域太小了，它就用 brk 来扩。然后另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就是这个这个 mmap 区域。这个区域其实是比较关键的，现在有几种操作会影响这个地址空间的一个布局。比如说如果我用大块的这种 malloc， 比如默认情况下是只要是大于 128k 的这种 malloc， 它都会在这个 mmap 区域分配。然后再就是 firebase 的 map， 一些匿名的 mmap， 它都会在区域分配。然后再就是 CUDA， 它也会在这个区域分配内存。比如说它会调 malloc， 比如说它会把显存映射到这个空间里来。所以说这里问题就是我们关键是要把这个 mmap 区域进行重建。怎么重建呢？其实现在方法也比较简单。首先是我们要把那个进程的地址随机化关掉，就是地址随机化其实是一种安全手段，它可以保证每次 malloc 的时候加个偏移量，所以有它之后其实地址每次都会变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功能关掉。然后再就是我们可以，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所有 mmap 区域的操作进行 log replay， 按顺序来做，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其实大家如果调试过 GDB 的时候，就会发现GDB 它每次调试的时候，它进程的地址空间是不变的，原因就是它就关掉了这种地址随机化，所以说这个方案是肯定是可行的。然后这里前面提到了那个显存，其实对于显存和内存来说，它的关系其实现在来说越来越紧密。我这里的标题是从分离到统一，这是怎么理解呢？其实对于我们用显存来说，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我们要从那个CPU 从内存里把数据拷到显存上，然后再计算完了之后，我们再把数据拷回到那个内存里。这个操作其实是比较传统的，我们中间加个 proxy 是没任何问题的，加个转发模块是没任何问题的，因为它都要经过我们。然后另一种方式是其实应用也可以直接访问显存， GPU 也可以直接访问内存。这种情况下其实由于我们加了一个中间的一个 proxy， 扩大应用和 GPU 之间它并不在一个地址空间里，它没法直接访问。
所以说如果用到用户用到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方案其实就 work 了。那这种方案是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方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 CUDA 是怎么做的，怎么演进的。首先是 CUDA 4的时候，其实它就引入了一种叫UVA 的这种内层布局，它其实也比较简单，它其实相当于就是它在用户地址空间里把内存和显存进行了统一的编制。这时候其实这样就能保证所有的显存地址所有的内存地址都不会发生冲突，也就是为它相互访问提供了一个基础。然后它在这个版本之中引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函数，是CUDA host alloc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可以获取一个 p memory， 它其实有两个用处。第一个用处是它可以加速GPU 和 GPU 之间和 GPU 和 CPU 之间的这种数据传输，它可以通过一些 DME 的方式来加速。这种应用方式是没任何问题的，它其实只是一个加速而已，还是类似于方案一这种用法。然后另一个是 zero copy， zero copy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用 CUDA host alloc 分配的地址，其实 GPU 可以直接访问，不需要经过拷贝。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就是方案二。这种方案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就不能支持，但是通过分析通过我们测试发现啊，这种方式它对性能影响非常大，可能就是有十倍性能损耗。它是一种很低效的通过 PCIe 传输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就是现在 PyTorch 和 TensorFlow 这种注重性能的这种框架其实都没有用，所以说这个方式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对，另一种方式是 UVM。其实 CUDA 6之后，其实用那个 CUDA 提供了一个 API 叫 CUDA Manage 的这个接口，它可以分配那个 Unified 的这种 Memory。这种 Memory 很特别之处是，其实我不太需要指定我到底是在 CPU 上分配，还是 NPU 上，还是 GPU 上分配显存了。我只需要分配，然后用的时候，它会产生触发 PC Fault。比如说我在 CPU 侧想访问一块这个地址，它就会产生 PC Fault， 然后这个地址就这个信息就会从 GPU 拷到 CPU。你在 GPU 访问的时候也是一样，也会产生 page fault， 同 CPU 拷的 GPU， 就是 CUDA 来负责保证这个数据的一致性。这其实也是类似于方案二。这种方案有好处是什么？其实它可以实现用户无感知的一种磁化，就是你可以用比显存更多的那个资源去跑一个应用，原来不能跑，现在可能能跑了。但它问题是，其实它性能是不可控的。当你用的显存大于实际显存的时候，它的性能会急剧下降。所以说一般的像这种框架 PyTorch TensorFlow 这种框架的话，它宁愿自己去管理这种层级关系。比如说它可以自己管理那个显存到内存，内存到 SSD 的这种那个 swap 机制，它也不会让那个 CUDA 做，因为 CUDA 的块的话它性能是不可控的。所以说这种方式的话，目前来看这种主流框架也都是没有使用的。对，这是从现在来看，其实我们不管是 CUDA 演进的话，也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方案的运行。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跑通了那个PyTorch 的一些 benchmark， 包括上面这里举了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那个JN 的一个例子，下面是一个BERT 的训练例子。我们看到其实性能还是不错的。对于 BERT 这块的性能比较差，原因是它运行时间比较短，它这个时间大部分都在加载那个 Fat Binary 和 Kernel， 它有800多个 Fat Binary， 有30000多个 Kernel， 这时候其实把时间都浪费在这里了。其实我们这里没有做优化。如果优化之后性能可能会好得多。对，然后我们就是还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实时迁移BERT 应用。这个 BERT 的数据来源是应该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电影台词。对，大家看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怎么点？怎么？不能点吗？点击一下是吧？对。我看一下。不需要声音，没声音。这里是吧？好，开始了。不好意思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上面两个例子其实是我们 Node 1的一个 GPU 利用率，还有那个 APP。我们左边是窗口是个操作窗，右边是个操作窗口。这现在我们已经把两个应用把 APP 和 Proxy 起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对于APP 来说，在启动过程中，现在那个我们的 Proxy 现在已经在使用 GPU 了。这里 APP 应该是在启动中，还没起来。这里它那个 GPU UTU 还有那个显存利用率都是零。现在呢 BERT 应该是
看看起来了吗？啊，现在已经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它，显存是用了50%，也就是八 G 附近的显存。这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跑起来了。现在我们触发迁移，这时候你发现这个应用其实退出了，应用已经退出了。然后对于 GPU 这块的话，它的显存利用率已经下来了，它在迁移这个在 log 整个那个整个那个操作。这时候那个 应用已经退出了。这过程因为我们没优化，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慢。啊，对，现在已经 check 完了，现在在 replay 我们那个driver， replay 我们的 proxy， 现在 proxy 已经起来了。对，然后现在还没有优化，所以说速度相对慢点。这里其实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用已经跑起来了，它和上面已经接着跑的，它的 loss 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对，这就是我们的 demo。我们演讲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热迁的话，它那个对内核版本有什么要求吗？还有你们对内核有做什么改动吗？这个内核这块主要是一个比较那个需要的特性是他们 namespace 这个特性的话是在5.6有的，可能你需要在地板本上的话，你需要把它 port 过去，主要是他们 namespace。 对，那上一位讲了，您也是用同一个是吧？内核那个迁移方案也是一样的是吧？对，是的。对。当然 GPU 对这个 GPU 对内核其实没要求，只是主要 CRU 对内核有要求。对。OK。哎，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迁移有时效性吗？就比如说我先把它冻结，然后2个小时以后我再给它跑起来。那是相当于那是 checkpoint 的。也可以做，也可以。对 ，checkpoint 相当于现在很多大数据应用都有 checkpoint 功能。现在 check 就是说，在有资源的时候 checkpoint 先运行，但没资源的时候 checkpoint 到过段时间再拉起来，也是可以做的。刚才您说的那个 log 和 replay 是那个 log 就是我之前那个 GPU 的进程执行的一些行为是吧？对 ，API 我们其实只需要 log 一部分 API， 影响 context API， 然后到时候我再 replay 回去。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训练，它可能要跑一周，对吧？它跑了3天断了。然后它 replay 的话是，它会把那个影响 context 的 API 都 log 出来，像你那个 last kernel 之类的数量很大的，它不需要 log。啊。但是它 log 确实会越来越长，你运行时间长的话，它 log 会越来越长，可能会变慢。但我现在来看，其实我们测试还是可以的，还挺快的。对。行，好的。